你的脸上有一道刮痕呢，是不是很痛？哎，昨天呐，有一个小朋友在我身上刮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帮你揉一揉，让你舒服一点吧。感恩啊。机器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哇哇，准备好了吗？哇哇哇！菲菲，你不要那么用力推机器人了，这样会坏掉哎。哎呦，才不会嘞！机器人，准备出发！他的手坏掉了啦，怎么办？啊，坏掉了，那就丢掉吧。我回家叫我妈妈再买一个新的给我。真的要丢掉吗？怎么啦？菲菲去哪里啦？菲菲，他的机器人坏掉了。他要去叫他妈妈买一个新的给他。小蘑菇姐姐，这个机器人只是手断掉了，这样就丢掉，好可惜哦。对啊，还是我们一起想办法来把它修理好。哎，好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如果你的玩具坏掉了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会像菲菲一样把它丢掉再买一个新的就好，还是说你会想办法把它修理好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。先来听首歌，快乐的朋友。张开耳朵听一听，哪里来的好声音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起唱歌好开心。快乐的朋友，小蘑菇姐姐，你修好了吗？还没耶，我还在想办法可以把它修好。我生气，我生气，我很生气！菲菲，你怎么啦？我回家跟我妈妈说要买新的机器人，我妈妈不答应。菲菲，你看，这个机器人是你的吗？是啊，我记得刚开始妈妈把这个机器人买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它啊？不过现在你还是把它给弄坏了。玩具玩一玩，本来就会坏掉的呀。不过如果你当时可以轻一点玩它，它其实可以玩很久很久都不会坏掉的哦。可是，哎呀，我不管了，我就是要买新的机器人，买新的机器人，买新的机器人。哎呦！大树爷爷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伤口还在痛啊？没事没事，我是在想，如果我是菲菲的机器人，我的手断掉了，一定会很痛，而且很伤心。可是这个机器人已经坏掉了，如果我有新的机器人，一定会小心的玩的。哎，菲菲，你还是想要买新的机器人呢？哎呦，那个机器人已经玩很久了，我好想要有一个新的哟。
菲菲，我们先别吵着买玩具，先来看看我要买玩具这本绘本好不好啊？嗯，好吧。我要买玩具。小公主有很多很多的玩具，堆满了一个大房间，可是她还是不停地吵着要买新玩具。有一天，小公主来到一个渔夫家，渔夫的女儿邀请小公主一起玩，可是小公主发现渔夫的女儿一个玩具都没有。你没有玩具吗？你不喜欢娃娃吗？渔夫的妻子就拿了小花布、棉花、针和线，教他们做了一个布娃娃。虽然这个娃娃有一点粗糙，但是小公主觉得漂亮极了。我们来玩盖城堡，只要有粘土，要盖什么城堡都可以哦。用粘土盖的城堡虽然有点歪歪的，但是小公主觉得比皇宫还漂亮。扮家家酒喽！小女孩教小公主用树叶做餐具，石头和泥土当食物。谢谢你让我有这么多的玩具，而且啊，再多的玩具都比不上跟朋友一起玩来得快乐。嗯，现在小公主的玩具更多了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会拿树叶、石头当玩具啊。还会自己做玩具，这样他的玩具永远都玩不完了。可是我又不会做机器人。嗯，不会做没有关系哦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想办法把它修理好啊。好啊。不过我在想要怎么样才可以把它修理好啊。用胶带粘粘看。哦，好好好，我有胶带。来把它粘起来。粘。好了好了。小蘑菇姐姐。啊？这样粘看起来好奇怪哦。哎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小蘑菇姐姐，你看，机器人的手臂上面有一个洞，哎，那应该是螺丝的洞哦。哎，对耶。可是螺丝呢？小蘑菇姐姐，我脚边有个亮亮的东西，你帮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呀？嘿，是螺丝哎！耶，大哥哥，太好了！谢谢大树爷爷。不客气。修好了。谢谢小蘑菇姐姐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爱惜它的。这样很棒哦。还有要记得不要随便乱丢东西哦，因为啊，有一些东西说不定还可以修理呢。我知道了，而且我也不会再吵着要买玩具的哦。菲菲，那我们再来玩机器人吧。等一下，修了这么久的机器人，我的手好酸哦。还是我们先来做运动，伸伸懒腰，再来玩机器人好不好？亲爱的小朋友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去看医生，身体啊就会变得健康咯。
可是如果玩具受伤了，像是车子少了一个轮子，还有机器人的手断掉了，这样子啊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玩具修理好，我们就可以再玩咯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动一动，左点点啊，右点点，双手画圆转圈圈，扭一扭啊，跳一跳，我是健康好宝宝。小朋友，我们在做运动之前要记得暖身运动哦。好，我们先头头动一动，头头动一动，肩膀动一动，好，肩膀动完，记得屁屁动一动，嘿，屁股扭一扭，好，接着膝盖动一动，哎，很棒哦。接下来手手跟脚一起动一动哦。好，换另外一边，一定要把暖身动作做好哦。走一走，接着我们要转一圈哦。小朋友暖身动作做完，就可以开始打球喽。猜猜看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球呢？猜猜看喽。嘿，看得出来我在打什么球吗？啊，很棒哦，是篮球。接下来换一个球了，哦，哦，是什么球呢？是足球。嘿，踢足球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腿哦。强壮，接下来打排球咯，发球，哎，发球，一二发球，一二发球，打排球，对，五二发球，打排球，杀球咯，哈，杀球，哈，杀球，哈，杀球，哈，打棒球来咯。机器人玩了好久，不想玩了。哦，那要玩什么呢？哦，就没有东西玩呢，好无聊哦。怎么会好无聊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们可以学小公主啊，可以拿叶子还有石头一起来玩扮家家酒。哎，好啊，我们可以用叶子当盘子。用石头当食物，嘟嘟，吃饭了。哇，那一盘是什么啊？哦，这是丸子汤。哦，那隔壁的那一盘呢？嗯，这个呢是薯条。哇，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那我们一起开动吧。开动了！菲菲，你怎么啦？小蘑菇姐姐，我还是好想要买玩具哦。你不是说用树叶和石头扮家家酒很好玩吗？好玩是好玩啦，可是我还是想买玩具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新的玩具了耶。我正在做一个好梦啊。
就听到有人在喊玩具玩具的，就被吵醒了。原来是菲菲吵着要买玩具呀。哎，不如我们来玩一个交换玩具的游戏。菲菲，我用拼图交换机器人。这个机器人你不是也常常玩吗？为什么还要换呢？哦，他的金刚飞拳很厉害啊，他可以和我的玩具兵组成一个无敌军团。听起来很棒耶。那我们就将菲菲的机器人跟大宝的拼图做一个交换咯。不可以不可以哦。这个机器人不能换，我还想要再玩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大宝，那你就再选另外一个玩具吧。我想换汽车。你不是有一辆小汽车吗？我可以组成一个汽车联盟啊，还可以跟同学比赛，看谁的汽车跑得快啊。汽车不能给你，我也要玩汽车比赛。菲菲，你不是要交换玩具吗？怎么都不跟我换呢？对啊，而且你刚刚明明说了，你已经玩太多遍，都不想玩了。我听大宝这样说，我觉得他又可以不一样的玩法，好像还是会很好玩呢。那我们就不能交换玩具了。不会啦，小公主说的，玩具要大家一起玩才好玩。大宝，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些玩具呀。好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吵着爸爸妈妈要买新玩具呢？一个人玩的时候只能玩车子还有房子，不过啊，如果跟好朋友一起玩，你可以盖铁路，我可以开火车，我们就可以一起步步步步，我们一起开去动手做咯。剪剪贴贴真有趣，资源回收玩创意，洗一洗呀，切一切，双手万能有魔力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陀螺，我们准备的材料有剪刀、纸箱、彩色笔、软垫，还有热熔胶以及筷子。现在请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动手做咯。现在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请姐姐先帮妈咪在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里面先画一个内圆圈。好，所以 Kiki 妈咪的意思是说，外面有一个大圆圈，那我要画里面的小圆圈咯。没错，我们要画两个圆哦，一个是大圆，一个是小圆。好，那我先来画小圆圈。好，画圆圈。画好圆圈之后啊，妈咪要请你用剪刀轻轻的把它圆圈剪下来。好，那妈咪这个给你，那我再把它剪下来，沿着边边小心剪哦。小朋友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在旁边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剪刀哦。好了 ，Kiki 妈咪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有两个圆圈咯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结合了，把大圆圈跟小圆圈结合在一起。哇，然后会变成什么嘞？这时候没有发现，这样子好像没有颜色，不好看啊。我们来涂上一些漂亮的颜色吧。好啊好啊，我来帮忙。好，我要画一个胡萝卜，胡萝卜是绿色的头，接着呢再画它的橘橘的身体。咦，好好吃，而且好健康哦。好，画好了。好，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
我现在啊就要用热熔胶咯。小朋友，你在使用热熔胶的时候一定要妈妈来陪伴，而且要妈妈来使用会比较安全哦。好，我们用热熔胶把大圆跟小圆粘在一起，在完成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软垫，软垫，在中间呢要挖一个小洞哦。挖一个洞要怎么挖啊？我们可以用筷子尖尖的地方慢慢慢慢的把它钻一个小洞，它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咯。哇，妈咪你做得好漂亮哦。是呀，你也做得很棒哦。好，做完最后的时候啊，我们的刚刚画图的卫生筷子就可以拿来使用了。我们在这中间把它给拆一半，就会像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呢穿到中间的这个洞里面去。好，穿过去。好，穿到里面去之后，这陀螺就完成咯。哇，它真的可以转吗？好，姐姐试试看吧。好，那我来试试看咯。咻，哇，好棒哦，真的可以玩呢。咚咚咚，我是机器人，我想要吃点心了，有什么可以增加我的火力的？有啊，请吃。哦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超级无敌厉害绿菠菜。还有我这个，这个是无敌大力丸。大宝和菲菲很棒哦，把自己的玩具和大自然中的东西合在一起玩，这样可以玩好多种游戏哦。我现在玩一万遍都觉得很好玩呢。对呀，其实啊，我们只要动一动脑筋，玩具永远都会很好玩的。对呀，而且要跟大家一起玩呢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拥有很多很多的玩具不会是最快乐的哦，而且啊，玩具一定会常常觉得很寂寞，因为小主人会忘了把它们放在哪里。再说再多的玩具也比不上跟好朋友一起玩来的有趣吧。还有别忘了要跟好朋友一起到大自然去寻找玩具宝藏，一起玩才好玩哦。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